那么大家好啊，今天是11月3号，也是美国2020年大选的大选日啊。关于大选双方的这个争夺啊，非常的激烈，大家也看到了。那么网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挺川普的，有所谓黑川普的，有挺拜登的，然后有对两个都不怎么满意的啊。特别是像我对两个候选人呢，我说实话啊，都有各种各样意见，但是我有自己的最终的看法，我今天会在我的另外两个单独节目中播出。那么网上现在有一种特别是在中文推特上有一种很激烈的或者说很极端的意见啊，就是以李伟东老师为代表，或者说李伟东老师在孤军奋战。他甚至昨天发了个推特啊，他说，大选前5天，这个叫什么？一场肮脏、丑陋、丢尽民主灯塔脸面的选举啊！他还特地发了个帖，然后网上遭致很多人的抨击。所以今天我们在大选日当天，啊，也连线李伟东老师啊，然后咱们来讨论一下，究竟是什么让他感觉到这次大选是肮脏的、丢进民主灯塔了？好，李伟东老师，你好。哎，你好，你好，周周，对，我注意到啊，自观从众朋友们好。哎，自从这个美国大选在半年以前开始啊，进入状态以来啊，你就经常发帖啊，对美国的这个政府、对美国领导人川普以及什么国务卿蓬佩奥之类的啊，以及他背后的商务代表，频频表达出不满甚至是批评的声音，这也遭致了外界的非议。那么您跟我们能够今天能够坦诚地说一下，他们是什么方面让您开始产生了这种不好的观感，您开始转而批判他们，因为大家知道你是很激烈的批判中共和习近平的，那么你怎么样转变成批判川普、蓬佩奥了？批判中共和批判习近平，是我一直坚持的这个基调。我是中国的这个民主自由方面的坚定的支持者，或者宪政民主主义的这种理想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这个毫无动摇。包括这个疫情之初，我对习近平的抨击也是相当激烈的。但是这个转向批判川普和蓬佩奥，这个倒不是最近的事，很早以前就开始川了普批判他。对，批判他的根本原因是说他的竞选纲领叫做"放弃为价值观而战，实现美国优先和美国第一"。这个基本路线的提出，当初4年前他还没当上总统，我就说这是对中共的红色帝国的巨大的利好，因为所谓"放弃为价值观而战"，就是说美国原来的民主灯塔他不要了。不在世界上再为任何一个地区的这个民主转型努力花钱、使用力量，而是跟全世界不仅对中国，跟全世界矫情这个贸易的问题、贸易的得失问题。他的整个执政仅此一个纲领，这个纲领是给包括在全世界退出10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协议，把他的守门员的职责让给了中共。这是根本原因。那么最近这场大选，就更显示出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这种偏执，这个偏执已经导致他从这一任上任第二天，他就去登记了要连任，就宣布我要继续连任竞选。那么整个这4年，通通都是为了他连任在努力，而为了这个连任，他最近这段时间已经使尽了各种各样让人家觉得一个民主国家的领袖非常丢脸的手段。我先说到这儿。好的，那么听上去您从4年前就开始不支持川普了啊？您当时应该是支持那个希拉里·克林顿的。那么现在有人说，这川普啊，虽然嘴上说不在乎价值观，但是他这4年所做的呢，第一是夯实美国本身的基础，第二呢，最近1年来啊，从那贸易战开始，对中共的打击呢是，前所未有的狠，以前的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做到过的，也是民主党政府几十年没有做到过的。那么他实际上是在用不再喊口号，不再很那个，只是打嘴炮，而是用一种更实际的手段去打击中共。你对这个看法怎么看呢？我首先要给观众朋友们反复强调，也是在我多个视频里边反复强调的，中共不等于中国。川普在整个的这个应对这场世界的一个美国面临的挑战方面，完全跳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和这个亨廷顿说的这个文明冲突。
他不是没有任何脑子里边没有任何中共概念，也没有任何这个人权概念或者普世价值概念，他是没有价值关怀的。他是美国右翼的另外一种想法，就是美国共和党推出的那个口号，确保下个世纪还是美国的世纪。这是一个国际霸权主义行为，霸权主义这个宣誓本身代表了他对中国的所有的这种打击也好，围堵也好，全部是站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根本没有任何打击中共的这样的色彩在里面。当然他的团队这个提出把目标对准中共，提出这个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而且对新疆香港的官员进行制裁，这些存在的一关关怀。但这些东西并不代表川普本人，也不代表他的下一任还能够按照他团队的这个意见去做。最近这一段时间只是有些许的，他和他的团队有些许的这种回流或者合流而已。我们如果没有忘记这个香港对国会对香港做出制裁的那些东西，川普是拖了多久，多么不耐烦的才最后被迫签字。先说到这儿。但是也有人说呢，川普他虽然本人不太想牵头做这些事儿，但是他呢可以容纳或者招揽一批这样的对意识形态很敏感的右翼保守主义者，对中国特别强硬，有这样一些人才一个团队为他服务，这也是民主党做不到的。然后他呢会继续下去，如果他连任的话，那么会对中共造成致命的打击。你是否认同这种看法？也有人说他认同是，他当选了以后呢，就会放松这些意识形态，甚至对中国的打压。那么这两种看法，您怎么看？你认同哪一个？他不是放松的问题，他是这个从来就没有过的问题。这个，而且他如果继续连任的话，他一定会跟中国迅速进入一个勾兑状态，这个是可以想见的。这个，那么说拜登的团队会这个招揽不来他这样的一些强硬的人才，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评估。无论是这个奥巴马的团队，还是希拉里如果执政的话也都能够聚起来的团队，都是具有高度价值观关怀的，对中直接针对中共的东西可能更多。而他现在的团队蓬佩奥他们不过是打着反共的旗号，仍然在推行的是地缘政治的美国优先政策，没有多少真正。那么我有话没说今天看到 VOA 因为网络有点不稳不好意思。那个今天 VOA 采访了蓬佩奥的核心智囊余茂春。那么余茂春所说呢，就是他们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得到了中国国内外华人的普遍支持，得到了他在中国朋友的普遍支持，因此他很有信心，他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了。你觉得你认同这种说法吗？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其实是不够的，一定要把中共和中国分开才是够的。余茂春的这种说法是一种自我意愿的投射，他在国内在网上当然可以找到很多中国人本身反对中国的这个人，在这个微信群里边会有大量的人，但是在中国仍然是极少数的一群。这个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这件事儿，你去看哈佛大学的调查，这个他们半年时间采访了20000多人在中国，最后得出来的对中共的支持率现在高达93%。那么现在这个状态是怎么造成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民心的指向也是很难被忽略的。这个余茂春包括蓬佩奥找的三个中国人全部是反中国的，而且跟着这个就是蓬佩奥这个在演讲的时候和之前他在英国见到的那个罗冠中和这个王丹这个魏京生两位，这些人都是反中国的人，而不是一个单纯反共的人，这两点是有巨大区别的。他们这样一种从反共转成反中，实际上在中国人民自己的这个广大人民当中已经失去了支持了。那么您刚才这段话呢，我想观众朋友肯定有两个强烈的质疑。第一就是王丹和魏京生两位民运的前辈你说他们是反中国，这个您是否要做一些小小的修正或者补充？第二个我暂时忘了，您先说这个吧，这个小问题。我不修正，我也但是有补充。他们原来是一批反共的，跟我一样，但是这些年来他们已经分不清楚中共和中国了。
支持川普就意味着支持反中，这个逻辑上是完全画等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想先搁置一会儿啊。另外一个我想起来了，就是你刚才说到哈佛大学做的中国的对中国的民调，93%对县政府很满意。那有的观众肯定会很不屑一顾，你就这么相信哈佛大学和中国政府合作的民调吗？你觉得这个民调有价值吗？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言论，他没有合作，这个首先就是个问题。哈佛大学没有跟中国政府合作，他们自己深入民间去调查了半年多，没有，他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被中国政府监控。但当然中国有一个普遍的监控和普遍的这个心里边的恐惧，一般的老百姓直接指责共产党，这里边在中国本来就是有风险的。但是他们对政府工作的各种满意程度，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今年以来，无论是后期的疫情处理，还是水灾的处理，还是整个的扶贫这个方面的处理，这个中国作为一个政府而言，履行这个统治者的这种这个护国安民以及让经济发展的职责，这一点是没有办法指责的。啊，好的。那么对于中国这种，是这个部分，比方说这个限制宗教自由，这个啊，您继续，网络有点延迟。这是个复杂的一个双重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双重的问题。这个如果不能把这个中共和中国分开来看待，统一的把它裹在一起，那这个中国是包含着所有的中国人的。你这个采取美国采取这样的政策，势必中国人的普遍的反对。你如果说我帮你实现民主，我直接打击共产党，打击他的专制，打击他控制言论自由，人民会有很多人支持。你整体应对中国，对中国进行包围和打压，一定会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个是适得其反的。好的。那么关于对中国内政啊，以及外界对中国的压力，这种出发点和效果呢，咱们就先讨论到这儿啊。回到今天的核心的主题，就是对目前的大选。那么您觉得为什么让你觉得这是一次很肮脏的大选？那么您在之前的一些网络上的言论啊，频频提到硬盘门，您似乎认为硬盘门是一个纯粹的造谣，跟郭文贵的那种所谓爆料事件是一脉相承，这次甚至有郭文贵的参与，甚至还有苹果日报帮助造谣。您现在还觉得硬盘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吗？这个已经被 NBC 完完整整的揭露了。硬盘门的事件，这个从一开始就是苹果日报老板的助理拿着他的私人的钱，就是黎智英私人的钱，付了$10,000雇了博尔丁这个写手，这个伪造了64页文件，有的人说是63页、64页，我也搞不太清多少页，反正是这60多页的文件通通都是伪造的，是按照他们的目标这样写的。然后这个文件早在9月下旬，包括硬盘就已经在郭文贵的那个直播平台路德的平台已经被披露了，然后郭文贵的这个GTV 的这个电视平台率先披露了一个这个各种画面，包括拜登儿子以往的自己的这个自媒体上或者别人拍的那些照片合成的一个录像，根本看不出来那个所谓性侵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拜登那个拜登的儿子亨特。这个整个这是一个完全颇污性的一个录像。这个然后这64页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文件又被用一种技术手段植入到一个硬盘当中去。这个硬盘在路德的9月下旬的那个直播里边也已经被披露，就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又到了一个朱利安尼手里，通过班农、朱利安尼这样的渠道发给了纽约邮报，这样披露出来，现在已经全部都证实每一个细节都是假的。在这过程当中，我不否认拜登的儿子是一个坑爹的主，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件事情本身，硬盘门本身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造假。好，那么外界对您这说法肯定会有两个强烈质疑。第一是共和党一个委员会吧，在9月份还是10月份出台了对拜登儿子或者拜登家族一个80几页的调查报告，就是要调查拜登跟国外的这些商业往来以及腐败可能存在的叛国行为。第二是这个硬盘里面暴露出来的照片视频，那么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那不是拜登儿子亨特拜登本人？
因为他现在也没有出来否认，有一些照片和视频还是，应该说是铁证如山的。你怎么看？啊，特别是没不有除证了他据证个人明他的，不是，也没有证据。除了插一句啊，除了他个人的那些淫乱的视频之外，还有他和一些人打电话的录音和中国华信集团的，就是生意往来啊，以及和乌克兰的一些生意和政治上的往来啊，你怎么看？我这个看法很简单，川普也有往来，很多。作为政治人物，跟这个外边的各种，他在不执政期间，跟外边的生意往来，这个有什么可质疑的呢？中国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也是个全球化的世界，每个人都在做这种事情。你不能因此认为，比方说川普当了美国的总统，你就认为他原来跟中国做的生意，这个影响到了他的决策。你也没有办法由此推断，拜登对着宪法宣誓以后。对着圣经宣誓以后，他当了美国总统，他仍然会纵容他的儿子，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而且互相攻击对手的话，同样都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理由。但是，我不是不重视，你说你。我说有人会说，但是拜登他是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他儿子和乌克兰有合作，和中国的华信有合作，而且那生意，金额非常的大，也非常可疑。那么川普他之前是个商人，他有利益往来也是正常的呀。他当了总统，他就没有了。这个我完全不同意。那么伊万卡把他在中国的商标都废了吗？而且他把自己的所有的家族、儿子、女婿全部拉入白宫，这样任人唯亲。然后这次跟这个整个中东以色列方面的勾兑，不是他的女婿在勾兑吗？放弃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您觉这得？些问题是没有办法拿出来这个互相这样攻击的。这个事情一定是各说各的理的。是。那么您是否相信，就是说拜登，跟中国有一些私下的灰色的，甚至黑色的利益往来，会影响到就是美国的，就是民主体制或者是国家利益？还是说您认为拜登？其实这件事上也都是大家在做的啊，他并没有什么太出格的。您是持哪种观点？我没有什么太出格的，而且他当了美国总统之后，他一定会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点是不用有太多质疑的。作为这样一个老牌政治家，多年来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不良的记录。所谓拿了中国15亿美元，这纯粹是造谣，而且是总统造谣，就像总统也造谣中国病毒是什么实验室的一样。这就是我说他今年的大选充满肮脏的地方。可是，对于中国病毒这个，网上争议也很多啊。不过，我们今天就不聊这个话题了。那还，你之前还提到啊，说这是郭文贵式的爆料手段啊，这次是用在就是美国版郭文贵、班农或者朱利安尼。那么我记得在郭文贵一刚开始爆料的时候，你就跳出来说，你不是跳出来，你就站出来啊，你当时是跳上台，你当时是抢着上台，你就说他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你当时有人说你是不是有点草率？那么现在这个硬盘门你也说他是一个造谣，你是不是觉得因为他还在往外爆料，你觉不觉得有点草率呢？不草率，这个说他是纯粹的造谣，这不是我说的，是 NBC 自己分析的。这个，而且国际媒体也已经都铺天盖地，这《苹果日报》已经出来这个道歉，黎智英也出来道歉了，定没什么再可张扬的了。郭文贵更是从他爆料开始一直到最后，我说了他的所有的料，爆中共的料，就只有一条买的那个这个海航私人飞机的一次飞行记录，还经过篡改，这个有0.5%的真实性。99.5%通通都是造假，这3年下来已经证明我当初的这样一个判断。所以您在推特上说啊，说得很严重，美国被一帮骗子撕裂了啊，这华人骗子、白人骗子，这场泼污造谣运动是一帮华人骗子帮忙发动的啊，从苹果日报啊到郭媒体到某公啊等等等等，就是说您现在还是坚持这种看法，那么您觉得这个美国大选会被他影响？没错，会影响，因为这个硬盘门事件出来之后，川普在第二次竞选的辩论上直接指着拜登说：“那个大人物就是你。”这个纯粹是泼污造谣，是总统亲自泼污造谣，利用谣言，
然后在过为这个在这之后的十天当中，成功的把他的民调拉升了一点，这完全是在干预美国大选，就是华人们在干预美国大选，而且起到了足够的，只是大选五天前 NBC 揭露了全部这个骗局之后，这个才有所扭转，但是它造成这个谣言的东西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播下了种子，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目的，所以我说他们这场选举做得非常肮脏，非常的丑陋，这哪是在民主选举，这纯粹是在破坏美国民主制度。好的，那么那个你说到这次民主这次选举啊，不仅是过程比较的肮脏，而且现在美国社会已经撕裂您在推特上说啊，纽约梅西百货等等大商店都要装钢板来把店保护起来，以防就是哪一派输了不服气来武斗啊。你甚至说这是美国可能会发生文革，你还说这个共和党的支持者派了汽车把纽约新泽西的大桥给堵住，把高速公路给堵住这些消息呢也有人质疑您现在能够确认就是您的这些消息源吗？你怎么看这些质疑？他的堵桥的视频网上到处都是。这个看到一个装钢板是我。我看到装钢板是我的形容。就堵了大桥的也有很多，就这个堵桥的视频到处都是，在网上随处都可以找到。那他们没看到，他们自己去查就好了。你说我具体哪个消息来源，我现在也不记得，我看到很多了，就这一两天。这个而且这个。装钢板是我的一个形容，他们大量的是用木板把这个临街的这个商铺的这个橱窗都给钉起来了，而且这个已经有统计说已经有500多家商铺在做这种事情，而且这个撕裂的本身，这个不仅是这个刚才说那个堵大桥，还是把这个拜登的竞选团队的这个车队，这个用这个车围困起来，把他逼下那个公路，而且这个川普的大儿子还在推上直接号召别人去围堵，这个粉丝去围堵贺锦丽的竞选团队竞选车队。这个川普的大儿子号召围堵贺锦丽，这个是有，就他确实是发了有他自己的推文，有他自己的推文。好的所以这完全就是用流氓手段在竞选。我在全世界没有，就居然在美国看到这一出，这太像一个拉美国家或者中国这个20年代、10年代那些个北洋军阀的选举了。你已经把美国和北洋军阀给相提并论了，这个是不是有点过重了？这个他现在比北洋军阀有过之无不及。我想您这个言论肯定会有很多人反对啊，但是呢我们反对就反对吧，我还反对他们呢，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反对就反对吧。但是我们很我觉得很多观众会很重视你提出的这种种证据，因为这确实是在发生的啊，至于性质方面呢个人可能自有判断。那么你觉得这次撕裂是究竟是因为民主制度出了问题呢，还是因为说现在世界局势出了变化？就是有人说民主党他要走一个美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啊，要走极左道路，比如说街上装那个木板啊，商店保护起来啊，也是因为黑命贵运动曾经冲击过这些商店。你觉得是不是双方都很极端？如果民主党当政，是不是美国会就是像有些人说的就完蛋了？您怎么看？把美国的民主党政策形容成社会主义，虽然桑德斯那一派口头上说社会主义，这个把甚至把民主党说成是共产党在中国的变种，在美国的变种，这个甚至说如果交给拜登，美国就变成中国的了，这都是川普掀起的一堆谣言。一个拥有执政权力的总统候选人，执政优势的候选人，用如此泼污造谣的方式来竞选，这本身就是一种流氓行为。桑德斯说的社会主义跟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他说的不过是北欧的那一套福利主义而已。而社会主义这个词在全世界有多种解释。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坚持中国的原来斯大林式的那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没有这种东西。控制言论、一党独裁的社会主义，有人坚持这个东西吗？没有。
这个名词可以，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有至十几二十种解释，在全世界的有不同的流派，而且不能把这叫做极左。极左的含义是说，斯大林式的一党独裁的，这个含集中营打压言论的这样的社会主义，这叫极左。别人所有的这个其他的国际的民主主义的路线或者进步主义的路线，都是一种宗左路线。这个宗左路线无非就是普世价值。这些年来说的普世价值就是宗左路线而已，而也有中右路线，就是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尊重这个法治，尊重家庭，尊重这个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个包括宗教信仰，这些是传统的美国的右翼保守主义。但现在上台的这一波川普，含他的蓬佩奥这波人，纯粹是极端右翼主义。极端右翼主义是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说到底就是希特勒主义。这个世界会被两极害掉，一个是极左的世界，社会主义的这个计划经济加这个控制言论，也会被另外极右的一波害掉。现在是美国的极右派把中左派形容成极左，这是完全的歪曲。那么您就是说对现在大选的局势怎么看？你觉得他们自己我这个道理我说完了，就是我们来自中国的中国人都有极左的记忆，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极右的祸害，没有经历过纳粹这个墨索里尼那个时代，没有经历过美国的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而今天的美国被川普正在拉回五十年代的比那个还严重的麦卡锡主义，正在用一种纳粹式的这种污名化的方式来做这个选举的安排。好的，那么您对现在的选情怎么看？因为挺川普的那边呢，他甚至有人就提前宣布川普赢了啊，然后很多人计算哪个州他已经拿下了，只要再拿下任何三个州中的一个州他就赢了，提前结束大选。支持拜登那边呢，也有人说拜登在所有摇摆州都是领先的民调，这次领先幅度比希拉里还大，拜登肯定以大比分就是今晚就结束了，压倒性领先。甚至拜登呢那边放出风声，如果他们宣布已经赢了的话，就可能采取措施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措施，可能就是终止大选。您现在从您个人的观察，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其实有今天晚上到还有不到十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可以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如果没有压倒性的胜利，如果若干州，比方说某一个州有100万选民，然后呢，这个拜登得了这个51、52万票，对方只有48、49万票，或者是反过来，川普是这样，这个州一定会闹翻。闹翻的原因就是对方，互不承认，说你的某个县的选举有舞弊，那有10万票或者8万票不算。这类事情会层出不穷，今天晚上我估计是很难得出一个这个一锤定音的结果的。但是我觉得从民调和整个趋势看，这个拜登这个普选票超过这个川普，1000万票以上是有可能的，超过1000万票，就普选票而言，一开始对这个网友上一次你说是。希拉里300万票，这拜登1000万票，你觉得一开始大家没听清楚，就是你觉得拜登会压倒性领先啊？就是说选举人票也是压倒性的赢川普是吗？不是，选举人票是要大打折扣的，这个不知道，这个要看不同的州的这个情况，有十个摇摆州的情况，今天晚上我们要关注。选举人票仍然是这个说不清的。那么最后就是如果说您觉得代表美国右翼保守甚至极右翼政府的这个川普他连任了，那么接下来美国会怎么样？美国的民主会怎么样？那么中美关系会怎么样？美国民主一定会进一步遭到破坏。他现在的破坏的民主已经包含打压媒体，把媒体说成人民公敌，然后坏规则去这个任命大法官，这个已经是这个还有很多了，包括在选举当中使用这样的一种非正常的手段，包括不承诺和平交权，这个也已经有报道说，这个川普如果当政的话，还会进一步清理自己的团队，他的团队当中只有7个人
从他当政以来，从始至终跟到底，大部分人都被解雇了，那可能要有一部新的这种内部清洗，美国一定会陷入一种极右翼的这种新的麦卡锡主义和新的这个极其严格的移民政策，这个是美国将某种程度上堕落成一个拉美式的乱七八糟的国家。对中共不会怎么样，对中共没什么，就对中国来说，这个一切能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川普不过就是跟中国要矫情钱而已，就这么两天的功夫，中国在暗中帮助川普进口了大量的粮食，进口量非常庞大。那么就是有人认为啊，川普继续干四年可能就能把中共给干趴下，就是这种前景您怎么看？这恰恰相反，川普再干四年把美国会干趴下。好的好的，行，那么以上呢，这里插一句啊，以上都是嘉宾的个人观点。我呢做这个节目是看到了昨天的大选前一天李卫东老师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所以呢就想来采访一下他对美国民主为何如此悲观啊，这个所有的观点啊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当然也不是什么台了，就是说其实嘉宾个人的观点，大家如果对他的观点认同或者不认同，有想讨论的呢，可以去我的电报群，我的电报群呢链接就在节目下方。对有些评论呢，我们可能会想邀请李卫东老师加入电报群，不定期的来跟大家交流一下，做一个十几分钟啊半个小时的这样的讲座，或者是答疑解惑，或者是在电报群里组织一些辩论啊，我也会把这些实况呢放到我的个人频道审时度势，我的审时度势频道链接也在节目下方。那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在大选之日啊接受我们的连线，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好，我们下次再见。